侠盗猎魔系列想必我不用过多阐述，是 R 星旗下的恐怖暴力游戏，它的暴力程度能够甩 GTA 系列几条街。在2019年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述了该系列的发展史，去年又给大家带来了侠盗猎魔2的剧情分析，而今年我想给各位解析一下侠盗猎魔系列，就是1和2的测试版，详细介绍一下该系列的人物废案、武器变动与剧情上的修改，让我们一起从这些废案里看见 R 星早期的野心吧。我们先从侠盗猎魔1说起吧。在早期的版本里，有很多正式版里没有出现过的敌人，这些人物长相奇特，让该个游戏看起来更像是一款恐怖游戏。原本在游戏后期，有一个叫做小丑的帮派会来追捕卡什，他们由一群较胖的精神病患者组成，喜欢身着蓝色西服和红色领结，脸上共有九种彩绘，还都带着恶意的笑容。他们擅长使用霰弹枪，从目前已有的资料可以了解到，他们与游戏里正式版里出现的笑脸帮是敌对关系，并且曾经小丑们掌控着垃圾场。至于为什么要被删除，有很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就是他们和笑脸帮太相似，并且实力太强，对于侠盗猎魔这种隐秘暗杀游戏不太友好。另一个被删除的帮派叫做陪审团，他们原本是斯金兹的一个分支帮派，由一群腐败警察和私家侦探组成，和斯金兹帮派成员一样，他们也戴着曲棍球面具，使用棒球棍等武器，只不过灵活度要比斯金兹高很多。正是因为相似度太高了，所以 R 星把他们合并成了一个帮派，相关的设定也有所保留。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会发现在 GTA 4里某个路人衣服上印有陪审团成员的图片。在侠盗猎魔剧情中期，原本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帮派出现，那就是失落者，他们由一群穿着盔甲的疯子组成，行走起来会发出巨大的噪声，使用钉枪来攻击玩家。该帮派由一个名叫垃圾袋的人领导，果然人如其名，他完全就是一个浑身裹满垃圾袋的和铁丝网的疯子。从图片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笨拙的人，并且携带着两把生锈的刀。最早 R 星打算把他作为和猪人一样的 BOSS 级人物，在对抗完失落者们后出现，可是在游戏制作后期差不多进入要完工时，不知道什么特殊的原因把该帮派删除了。游戏里最早还有一个非常科幻的帮派叫做 Camheads， 他们的成员我们完全分不清楚到底是人还是机器，因为他们的头是一个摄像机，主要用来记录是谁先处理到卡什。他们都身着西装，使用狼牙棒等近战武器，因为侠盗猎魔这款游戏是写实的，并且和 GTA 共享 3D 世界观，而 Camheads 帮派成员并不算是真正的人类，所以说 R 星把他们删除了。 BOSS 战是侠盗猎魔1里最紧张刺激的，比如说游戏的猪人、战狗帮的老大拉米雷斯等等。但是你知道最早 R 星还打算加入一个 BOSS 稻草人吗？他的真名叫做肯尼斯·叶斯伯森，原本是笑脸帮的老大，当猪人惨案发生后失去了斯塔克怀特的支持，使他成为了流浪汉。他便穿戴着稻草人的衣服，手持两把斧头，开始不顾一切地寻找着猪人，想要处决他来证明自己。如果在万圣节期间，他的头上还会有一个南瓜头。在正式版里，我们会遇到一个流浪汉，很有可能就是被删除的 BOSS 稻草人，因为他最初见到玩家的时候也是一个流浪汉，但是当他换上衣服后，便成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邪恶杀手。被砍掉的人物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就来简单说说测试版里其他简单修改过的人物。首先可能就是一代的主角卡什了，测试版里他的肌肉会更加发达，身着着米色背心，留着山羊胡，面部的表情更加凶狠些。也许 R 星最早打算把卡什也定义为一个疯子吧。在圣安地列斯里，你甚至可以在泽洛的玩具店里看见卡什测试版和正式版的玩具模型。猪人想必是各位童年阴影之一了吧，他在测试版里面部模型要比正式版里看起来更加恶心一些，他和前面讲述的稻草人关系很差，早期甚至还有他们两个互相争执的场景。游戏里兜帽帮成员测试版和正式版也有些差距，早期成员戴着红色头套，并且上面有一个白色的 H， 甚至还会使用斧头或者锤子这样的高伤害的近战武器，正式版里就变得很弱，还有的成员甚至都没有头套，而是用丝袜来代替。斯金兹帮早期的成员虽说也是戴着面具，但是相貌看着更加喜感一些，我感觉就像个骷髅猴子。其中还有成员把帮派名称斯金兹写在额头上，测试版里他们还会使用霰弹枪和左轮手枪，
对玩家的伤害很大。战狗是侠盗猎魔一里出现的民兵组织，测试版里删了几个模型，并且更改了他们的武器配备。原本他们会使用消音狙击步枪和猎刀，比正式版里还难对付。还是那句话，因为侠盗猎魔不是突突突的射击游戏，况且这两个帮派也是玩家早期和中期遇到的，所以说进行削减是非常正常的事。无辜者是一群拉丁裔的打手，他们由骷髅和娃娃脸两个派系组成。测试版里有一个穿连衣帽的成员出现，配备狼牙棒和猎枪，由于不可告人的因素在正式版里被删除了。笑脸帮在测试版里也有变动，根据官方艺术图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他们的体型偏胖，并且手持双刀，脸上的面具也没有正式版那样花里胡哨，有点类似于斯金兹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正式版里 R 星对他们进行了修改调整。地狱犬是游戏后期最难对付的一支高素质雇佣军，在测试版里他们还有多个模型存在，早期有两个模型手持警叉和盾牌，看起来防御能力更高，并且反应迅速。此外，早期的普通成员也会使用近战武器，而不是只在过场动画里使用。侠盗猎魔一人物的废案我们基本介绍完了，接下来进入武器环节，这个就简单说说，因为都不是很重要。测试版里删除的一次性武器有破瓶子、抹布、铁丝网这几个其实说实话删不删对游戏都没有太多影响。在之后的二代里采用了铁丝网这个武器，然后呢被删的蓝色武器有冰镐、爆制、打火机、镇定枪、消音手枪、手电筒、猎刀。这些武器虽说被删了，但是在部分正式版里可以看见。红色的类的武器有狼牙棒、木板、消防斧和狙击步枪。这类武器我们在介绍前面人物的时候也有提及，多数是和人物一起被修改的。最后被删的就是一些投掷类武器，比如手榴弹、燃烧瓶、催泪瓦斯这些玩意儿。正如前面所说，侠盗猎魔不是大型射击游戏，这种武器肯定要被砍掉了。侠盗猎魔一测试版与正式版的剧情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地图上也没啥变动，所以说就不细说了。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侠盗猎魔二测试版的变动。因为在二代开发过程中，R星维也纳工作室倒闭了，中途转交给了伦敦工作室，所以说二代测试版与正式版在剧情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之后我会详细的分析的。并且二代非常特殊，在不同的平台上也会有些细节上的差异，后文我也会详细说明的，各位放心。首先还是来分析人物，二代明显没有一代那么劲爆了。首先没有啥被删除的人物，也没有啥 boss， 只有模型上的简单修改。里奥的模型在早期测试版里身着浅蓝色服装，并且头上捆着蓝布，中期的时候换成了迪克斯摩绿色服装，只不过袖子是挽上去的，最后才是正式版里我们看见的模样。回忆里的里奥和正式版回忆里的丹尼长得很像，身着同样的服装，只不过脸部的建模不同。在侠盗猎魔二测试版里，回忆关卡出现的民兵最早和侠盗猎魔一的地狱犬很像，只是单纯的把护目镜换成了绿色，并且他们最早的武器配备和地狱犬也是一模一样的。游戏前期在迪克斯摩庇护所时所遇到的精神病人们军团部分成员和里奥正式版的模型一致，后来这个模型换成了棕色外套戴口罩的另外一个模型。其实在测试版里，军团还在家庭骚乱的任务出现，他们受雇佣保护三个皮克曼项目的科学家，最后因为剧情的调整而删除。二代所在的缅口市唯一一个帮派红色国王在测试版里有另外一种模型，他们戴着头套，和一代的兜帽帮很类似。在正式版里他们不再戴头套，并且有两个模型是从 R 星另外一款游戏战士帮之间拿过来的。啊，你说 R 星偷懒，难道你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细节吗？你不觉得丹尼尔的模型和一代主角卡什的模型一样吗？说远了，我们继续来分析红色国王帮派成员。在之后发售的未版里还有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独占人物模型，据说是 Beta 中期的残留模型。变态是在游戏前期里出现的一个组织，他们在测试版里有更奇怪的模型啊，这个我就不放出来了，太不高雅了。反正在第三关开头的过场 CG 里可以看见，你们有兴趣自己去看吧，没兴趣我觉得你们可能没兴趣，反正是男的。除此之外还有三种没有采纳的模型，从图片可以看出最早还有红衣成员出现，另外两个模型也比正式版里看起来更加恐怖。说个题外话，在 PC 和 V 版本里地下室的变态会戴着猪头面具和马头面具，
而 PSP 和 PS2 版则采用的是变态的普通成员模型。测试版里，迪克斯摩庇护所还有女性，由于受到社会上的谴责而删除。早期项目科学家们不会主动攻击玩家，并且他们在剧情上的作用更大。在位版里，和丹尼尔搏斗的不是军团的成员，而是一个穿着棕色衣服的精神病患者，似乎也是早期测试版的残余模型。人物整体就介绍完了，接下来就是武器变动了。其中部分武器在二代不同的平台上会出现差异，这个我会列举出来的，请注意看字幕哦。最初每个枪械都有三种等级的处决方式，在正式版里就只保留了一种，好像 PC 和 Wii 版本是保留了两种啊。测试版里还存在着手电筒和带着手电筒的手枪和微型物资，剃须刀、狼牙棒、一次性酒瓶，在测试版里都出现了，只不过他们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了删减。PC 版可以通过修改代码使 PS 平台上的武器恢复。同样，一代测试版里出现过的冰镐、报纸、镇静步枪依旧在二代的测试版里出现过。一代的霰弹枪模型也被直接拿到了二代的测试版里，后来 R 星对其进行了修改，现在只能在闪回关卡的过场 CG 里看见。游戏里原本还存在着的照相机这个武器，模型取自 GTAVC， 删除原因未知，可能早期有相关的任务配合使用。接下来就是二代的重头戏，剧情任务的变动。看过我去年《侠盗联盟2》剧情分析的玩家应该知道，我在那期视频是把二代的剧情按时间线重新排过顺序的。由于本作中途转交过工作室，所以任务的排序也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的。原本二代共有26关，而正式版里却只有16关。在第三关，丹尼尔去地下室寻找朱迪被安排在第四关。正式版的第四关红灯则被安排在了测试版的第七关里。玩家们遇到的第一个闪回关卡第五关最好的朋友原本是第14关。闪回的时间也不是6年前。第六关安全屋在那个测试版里，丹尼尔从床上拿出的是沙鹰而并非左轮手枪。这里说个版本差异的细节。丹尼尔换上的便服在 PC 和 Wii 版里是蓝色的，而 PSP 和 PS2 版上则是偏灰色的。本关原本是第七关的第二部分，然而正式版里的第七关蜂蜜罐原本是第十关，最早是从看门狗手里救出朱迪，而并非朱迪逃亡，我们玩家去追他。玩家遇到的第二个闪回关卡则是原本的第18关，第九关最高通缉原本在第六关，测试版的第九关则是正式版的第十关销毁证据，之后则是第11关了。这个关卡呢是丹尼尔去寻找皮克曼博士，测试版的结尾 CG 则是丹尼尔处理掉了皮克曼。这个我从前的视频解释过，正式版里换成了里奥是为了方便玩家们理解剧情。12关广播中冠原本是在第16关，并且本关的地位非常重要，可能影响到最终的结局。14关家庭骚乱测试版里则是第3关，这可以让玩家更早地了解到丹尼尔的家为什么被烧毁。以上则是正式版与测试版剧情顺序的变动，接下来则是测试版砍掉了几个关卡。历史博物馆原本是第5关，这一关没有什么太多可靠的信息，只知道主要的敌人是缅口市的警察，他会进入警察局内部，删除的原因不明。联谊会之家这个任务最早是被安排在第8关，后来又改成了在第13关，最后又改为了第19关。这个任务主要是丹尼尔去救出一位女性，很可能是他的女儿，最后需要保护她离开这里。目前也就这两个关卡被删除有是有点记载的，剩下的八关基本不明，只知道分别有一个关于怀特博士的结局和另一个版本的利奥结局，还有五个奖励关卡。很有可能是对丹尼尔正式版好结局的续写，这些是伴随着维也纳工作室解散而一同消失的任务。最后再简单说说二代的版本差异。如果四个版本都体验过的玩家会发现 PSP 和 PS2 版本类似， PC 和 Wii 版类似，除了武器和人物的差异，最明显的就是处决方式的不同了。 PS 平台的版本和侠盗猎魔1的处决方式一致，启动处决后就不用管了，而 PC、Wii 版则需要玩家继续操作，因为二代过于暴力，在 PSP 版处决后还有黑白模糊滤镜，这就是所谓的删减版。现在如果使用 PPSSPP 模拟器，可以通过设置跳过较慢的渲染模式，取消黑白阴暗的滤镜，
但要画面不要晃动、模糊，还是需要修改文件数据来解决。好了，本期视频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无论是侠盗猎魂一还是二，都是 R 星抹之不去的黑历史，屡次被评级机构退回，屡次修改，把暴力发挥到极致，受到社会上的强烈谴责，最终导致游戏销量的滑铁卢。这期视频我带各位探讨了这两部作品的测试版删减的内容，我尽力的保证视频原汁原味。如果还各位还想了解那个侠盗猎魂系列的发展史，请看我2019年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不妨一键三连或者关注我。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